宝贝，我看看宝宝，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，森森，你指着我们，我们已经在地下室了啊，我们吃的差不多了，森森，快点快点，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哎呀，对的，我是爸爸。也是故意。哇，好叻啊！爸爸妈妈，你们也中秋节快乐啊！爸妈中秋节快乐，森森中秋节快乐。爸爸妈妈说：“爸爸妈妈快乐。”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拍拍，下一个，挂。好，那我们挂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他就只想玩，挺好的。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晚上。可他都不知道是他的第一个中秋节。怎么了？没有，那现在是他跟我们的第一个中秋节，也是，我跟我爸第一个不在一起的中秋节。Thanks, babe. 就今天做了很多事情，就从早上早饭那一顿到晚饭那一顿都很开心，有你跟我在一起就好。